六月二日下午，胡可在微博晒出了一组全家人为安吉比赛加油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哥哥第一次参加比赛，我们一起给他加油。”照片中，胡可、沙溢一家均素颜出镜，大儿子安吉穿着跆拳道服准备比赛，小儿子小鱼儿靠着哥哥十分乖巧，网友们也纷纷为安吉加油打气：“安吉必胜，安吉宝贝最棒了，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，小暖男，确认过眼神，这是要拿第一的人，安吉太帅太可爱了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